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全。啊，这个坑，上次我抽过一次，啊，感觉这里面还会挺多的，因为那前面给它隔住了，这一个坑是往里面凹的，还会躲进来、爬进来都跑不出去的。然后前两天我这里面放了差不多有30多斤那个鸡鸭内脏吧，到市场上面去买，一斤才2块多，一片米的，我就买一点给它扔到这里面，反正也花了好几十块吧。过来看猪也挺稳妥的，操猪机在那边开始工作了，反正就开盘了，期待今天有好的收获吧。看来这上面成年了一会儿，然后下来马上发现货，而且是时间货。看，哇，这种鱼很少见，那我给它装嘴，这种它跑不了，不怕。来吧，回家，走，哇、哦，这个牛鱼，哇、哦，这个漂亮，这个鱼很温顺的，不过这种鱼，营养价值很高，在我们这边吃，见不见那个鳄鱼啊？哇、哦，这个嘴巴见不见鳄鱼？哇、哦，吓人了、啊，给它做了，这种鱼就是市场上面很早有活的，像这种的很早，它这种是当药材用的。哇、哦，那边一条脚鳗鱼。我们先给他抓，让他一边抽，我们一边抓。哎，这鳗鱼在干嘛？躲在石头上面乘凉吗？走了，跟大家回家。哎，这个好抓，要轻轻的，你只要一使劲捏，它就要跑。进去吧。哇，今天这个坑里面温顺的鱼怎么这么多？哦，看19公，就一条。啊，来吧，跟我回家。这19公最温顺，最容易抓了，这边。你跑得了吗？抓你还跑得了？抓19公根本就不用跟他粘连，直接一抓就不怕他。哎，发现一条鱼跟一只小石头蟹在这边干嘛？我先抓石头蟹。哇，这个个头可以。哇，想到我会完蛋。哎，软壳的，不然这个个头可以，软壳的我们就不要吧，给它放正了。这条漂亮鱼，哎。你们在打架吗？哎，漂亮鱼，这个好抓，给它抓了，先。我这边换另一条。哦，哎，哎，哦，跑进去了，快在这边。哎，哇，不拢啊！哇，这条不要脸，做了。挺大的，因为我怕不高，还没给它起名，家人们帮我起个名吧，我就先叫它整米坑吧，看今天做怎么样。哇、哦，看这边，哎，哇，乌头啊，来，嘿，哇、哦，哎，一捏就住，好久没抓到乌头了，给它抓了，不错，哇，这边，哇，这是大。这是，哦，哇，这种的要小心一点。哇，巨蟒啊，发现巨蟒，哇，这可以。哦，哎呀，这花花的终于被我捏住。哇，这种的这么大的，在我们这边很贵呀、啊，一斤差不多7、8只吧。哎，过来，好了，我晕了。再等一下抓，等一下抓。哎。哎，19公，姐，哇，这是花龙漂亮，给它做，哇，那条，哇，这是巨型花龙，哇，这是花龙大，哎呀，做了，快点过来，哎，还有一条什么鱼，哇，牛鱼啊，又一条了，可以，哇，这个时间货，这个要轻点啊，哇，嘴巴像鳄鱼一样，它还把我咬了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的。巨型花龙又给它抓起来，这花龙，哇，这个够大，我没抓过这么大，说真的，哇、哦，可以，哎，这是，哇，这只也可以呀、啊，最起码有个1斤多吧，做了，哇，这漂亮，这我就给它起名叫巨型花龙吧，够大，这种回去给它这样子，我叫大家煮一下，给它圈一圈，然后拿到蒸锅里面去蒸了。起来，里面没骨头，特别好吃。这是，哇，这是19公大，这是可以，
哇，这只个头可以，给它做了做了，嘿，进去，嘿，好了，哇，一只漂亮，它到哪里去了？我要这个给它按住，不然不行，不然抽不住的。这边我挖现货，我先抓。哇，今天这只九公个头可以呀、都是很大的，眼睛突突的，跟我生气吗？哇，这是被那个巨青花龙咬的吧？应该是吧，被咬成这样子，可惜了。哇，这边哇，今天这里面花龙这么多。哎，兄弟，走，跟大雄一下，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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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个特难抓，抓那个鳗鱼石头鳗比这个好抓多了。哎。这边是什么？哇，蜕壳的青蟹，还没蜕成功。哦，这个又给它放在这边，看，这难得一遇啊！给它放在这边，不，我们不抓它，不抓它。哎，兄弟，你待会我不碰你。刚刚蜕壳的我不碰你。哎，刚才那条鱼呢？嘿，在这边，嘿，抓住了，漂亮鱼一条，不错。哇，又一条花鳗，哇，这条也可以。哇，这条也大！等一下，花龙，跟大雄一下，我们快点，我们轻点，我也轻点，你也轻，一起轻点，走吧，进去吧。哇，一是带我过来找脸吃的，等一下他往这边跑。石头啊，等一下把你压扁了，那石头就在哪里？在这边出去。哇，这是你最会，我先给你抓，看你往哪里。来来来来，收了收了，个头可以，我就给你收了。哎，石头蟹一枚。啊、哦，这边又一只，哇哇，这是大，可以，哇，很肥呀、哦。看，家人们看一下，是不是一公一母的？哎，你们两个还干起来，给他收了收了。哇，脚的石头蟹特别多，这底槽的。嗨，这个也是被撕的，哇，被撕的够惨的，这油门货都在这里边，他还敢过来，哇，我个头太久了，我们底下再找一下吧，基本都被我找的差不多了。哇，海主进来了，刚刚幸好找完了，哇，这么大，那就不找了，我们去看家做货，走，回家，不然海主进来的那不好走。哇，今天抓的都是十千货，看，哇，你跑出来干嘛？你还捡鱼鱼，脚这么小的你还捡鱼鱼，哇，你看，这个牛五鱼都是这么大的，然后很值钱的，这两条可以卖个100多吧，然后这只花龙，巨青花龙也可以卖点钱吧，反正今天不亏吧，可以卖个200-300。然后个个都是十千货，那就抓紧回去给他卖掉了吧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喜欢大全的记得帮忙多关注点赞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